有个青春期叛逆的16岁女儿，你会怎么办？当然是带她去公路旅行，甚至教她在高速上开车。当然前提是有临时驾照，连方向盘都没摸过几次的女儿，在车流里就像个慌张的小兔，开着时速30的乌龟车，塞了一条200米的车龙。后面老爸不断催促，老爹大喊：给我踩油门啊！女儿地板油疯狂加速，快给老子刹车！一瞬间差点就撞了上去，要命哦！再也不能给女儿开车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第二天又把生杀大权交给了女儿，这次一如既往的离谱，走走停停就像抽搐一样，时速120的高速公路，他却只开了70公里。这乌龟速度连后车都看不下去了，疯狂按喇叭试图超车，没想到女儿却闭上了眼睛，疯狂打方向盘避让，汽车左右摇晃，后面喇叭直响，司机骂得含妈量十足。你以为女儿这就乖了吗？刚到旅馆住下，他就不甘寂寞偷溜了出去。才见过一次面的房东小哥，他居然敢半夜跟着去玩，甚至撒谎和爸爸说去散步，但是手机却没信号，连信息都没能发出去。这帮年轻人半夜聚在一起，肯定会做些作死的行为，例如倒立灌水。女孩作为陌生人，来了都是客，当然会被拉出来以表诚意。没想到才倒立了两秒钟，她就头晕的口吐白沫。房东小哥其实也不是坏男孩，他没有做出什么不轨举动，而是陪着女孩思考人生，静静看了一场南越的流星雨。爸爸第二天醒来，发现女儿居然彻夜未归，这还得了？陌生城市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幸好酒店员工知道昨晚派对，告诉了他聚会的地址。看着呼啸而过的消防车，爸爸一路紧张又担心。幸好女儿只是在谷仓上睡了一夜，但是如此叛逆的行为已经足够让老爹头疼了。他被气得说不出话，突然头晕目眩，看不清路，只好让女儿替自己开车。下一个目的地是拉斯维加斯，当然要体验一下风土人情，带女儿玩起了轮盘游戏。第一次输了一张电影票，第二次没了一顿大餐，第三次轮到老爹了，运气爆棚，赢下1000美金。女儿还想延续运气，老爹教她学会知足收手，而且把奖金作为学费存进了女儿的账户里。他带女儿去了当地一家酒吧，亲切的要教女儿跳舞，两父女别扭的摇摆转圈。爸爸告诉女儿，一个好男人会征求她的同意，邀请她甜蜜共舞，会想办法让她开心，以后一定要嫁给负责任的男人。但是爸爸心里酸楚，可能没办法再见到女儿出嫁了。他们终于到了此行的目的地，离家1000公里的大学聚会。老爹毕业20年来从未参加过一次，这次却离谱的带女儿来了。原来他是要来找前妻，想让女儿见妈妈一面，而这个情敌就是当初插足婚姻的男人。女儿还只是婴儿时，妈妈就因为这个男人抛弃他们两父女，绝情的离开了。但是男人却让他更意外，前妻只和他维持了短暂的3年婚姻，现在也抛弃他离开了。拿到了前妻的地址，他不想再理这情敌一秒钟。男人挑衅说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也不是什么无辜受害者。两人一言不合扭打起来，红肿的脸颊，看来老爹吃了不少亏。女儿得知了妈妈婚姻不忠，一直在安慰爸爸，但是他却交代了实情，其实自己是先不忠的一方。当时夫妻两人几乎每天都吵架，爸爸一怒之下借酒消愁，谁知喝醉犯下了错误，这让女儿十分愤怒，甚至在墙上写下老爹是撒谎精。他承诺不再隐瞒女儿，而女孩也理解了父亲，就算父母两人都有问题，但是留下来抚养他长大的是老爹啊。父女俩拥抱着终于和解了，终于找到了妈妈新家。女孩紧张的不知所措，从出生到16岁她一眼都没见过妈妈，老爹只好先去打声招呼。两人16年没见，突然的拜访让前妻非常意外，他们谈起了往事。妈妈说每一天都在想女儿，被剥夺监护权她也很难过，但是嘴上说关心，却一直找借口不见女儿。她神色慌张的离开，屋里也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。老爹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前妻已经有了另一个孩子，他只好隐瞒女儿，说妈妈家里有人不方便见面，明天再登门拜访。但他可不是3岁小孩，知道爸爸在故意隐瞒他。老爹终于说出了实情，妈妈有一个小女儿。他愤怒又伤心，期待了16年，妈妈却连亲女儿都不愿意见，甚至用另一个孩子作为他的替代品。他收拾行李要赶紧离开，一直幻想妈妈会欢迎他的出现，幻想妈妈会后悔抛弃他，会亲自带他回家。如今爸爸毫无意义的旅行毁了他美好的愿望，他愤怒地质问爸爸为什么。他无奈说出了实情，原来他患有脑瘤癌症，最多只有1年寿命，而手术成功率也只有20%，如果执意做手术治疗，可能会倒在病床上。这也是他带女儿公路旅行的目的，要在自己去世之前将女儿托付给唯一的亲人，也就是离他而去的妈妈。如此吓人的消息，一个16岁女孩怎么接受得了？她痛苦地冲出门，跳上车，任性地要独自离开。幸好爸爸及时拦住，才没让女儿继续闯祸。但是女儿脑里嗡嗡响，丝毫不听爸爸的劝阻，在公路上横冲直撞，一路疾驰加速，摇摇晃晃上演马路杀手。这不闯下大祸了吧？一屁股撞了上去，女儿愤怒地下车，爸爸拼了命追赶任性女儿。他开口就说恨爸爸，恨他隐瞒病情，却把她交给一个根本不想见她的妈妈，质问爸爸为什么不尝试手术，什么都不做就只能等死，即使只有1%的机会，都必须放手一搏。他相信爸爸能战胜死神，后悔自己的叛逆任性，只是想爸爸好好陪他而已。I don't want you to come near Dad. I want you for my whole life.
但非常不幸的，一场让所有人伤心的葬礼居然是女儿的结局。那个鼓励爸爸战胜死神的孩子，却在16岁的豆蔻年华倒在了追逐梦想的路上。因为患有心肌肥大，之前突然紧张出汗，倒立的口吐白沫，双眼迷离，突然晕倒，都是病发的征兆。他只是觉得有点遗憾，没能陪爸爸继续公路之旅，但他却并没有后悔，因为在去世前做了一件非常酷的事，跟随爸爸一路冒险旅行，游历了祖国大好河山，并且教会了老爹放手一搏。他把生命的延续留给了亲爱的爸爸，而这个离他而去的妈妈也得到了原谅。无论命运多么不公，亲缘血脉都是最亲密的关系。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坚强面对生活。